杜玉师傅，现在做五分钟出好菜，已经驾轻就熟，气定神闲，边做菜还边喝啤酒。哇，哎呀，这么放松啊！你完全是在掌控之内。好轻松，是要拿来做菜的。哇，你的菜名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啤酒蟹？哎，我不是，还有鸡啊？哎，还有鸡，所以什么菜？啤酒鸡焖蟹。啤酒鸡焖蟹，好特别。五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啤酒鸡焖蟹，对，没听过。好，油温很高，旁边起了一锅油，八成是要过螃蟹的。对，鸡腿切那么辛苦，为什么不叫他们先切好呢？不行啊，虽然五分钟还是要切啦。因为他知道，加点油进来，我们会说他偷切。对啊，每次都这样，都嘛这样。这绝对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因为啊油已经预热。对，好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姜先给它进来，姜片，葱给它进来，葱段，还有香菇进来，香菇大概有三朵的，对，然后等一下，大家请回避，这就厉害了，因为油温很高，现在又有很多水分，还有四分钟。好，这边我们来沾粉哦。好，不好意思哈，来先进来。就要来了。哇！厚，同时进行，一定要五分钟做这个菜，要而且要焖呢。任何要焖的菜，没有个三五分钟怎么行？厚，你看这边厚。对啊。油温很高哦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再闪一下哈。这边呢，我们再加一点蚝油进来，一汤匙的蚝油，酱油膏，蚝油也要酱油膏，米酒，对，米酒两汤匙，对，还有黑胡椒，一定要黑胡椒吗？对，黑胡椒那才有香味出来，一定要黑啤酒，黑啤酒才香，对，好，黑啤酒啊，直接拿我们家问题回答，有点生气了，这样。所以这个酒一定要很开心的酒哦，要黑啤酒哦，嘿。小钟的反应不需要讲很久了。哎呦，小心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要送我拆气了，还有两分钟。来，小心。那直接呢，我们没有焖螃蟹呢，直接呢已经炸熟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啤酒还要进来了，啤酒还没放呢。对。一般我们的焖都要三五分钟，你这怎么来得及？哎，慢慢看喽。我拿一样东西啊。哎呦。石头，还有呢，烤箱烤的石头，还有用石头，是很高温的，是不是石头？对，石头，什么石呢？哎，黑胆石，黑胆石啊，对，哎呦，跑去，哎呦，所以我还坐在水果盘中奖开奖的时候都是个声音，玩那个小钢珠啊，小钢珠，那个在家里的话哈，那个平常的那个玻璃锅的话不要用哈，的特定的玻璃锅，然后再把它烧干，它裂掉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最后一分钟，现场一分钟倒数。林立文不会拼图，竟然是因为不常上通告，而程程看着螃蟹干巴眼，小钟却献上黑胆石。这石头有120度吗？有，来，再来，直接把螃蟹。雄性披天鸡在拍动翅膀的时候，竟然答案是 A， 对，答案是 A， 好甜哦，蟹肉也太甜了，好有嚼劲哦，来，陈哥，你不要抽身，来，真的是糖炒栗子，上面有黑点，你一吻，到底是。啤酒还是不下？等一下。再来呢，我们这边呢，再加一点大鲜肉进来。这石头有120度吗？有。来，再来呢，直接把螃蟹呢放进来。再上啤酒，直接进来。哇吼！再慢一下，石油，现场倒数，兄弟们。哇，好香哦！
对，黑啤酒好香好香。哦，好香啊，好香到爆掉。黑啤鸡焖蟹，时间。